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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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家请方丈。今日咧就系、慈悲三昧水忏嘅简介咧，最后一堂。咁喺呢个慈悲三昧水忏咧，佢主要系忏悔呢个烦恼障啊、业障啊、报障。咁咧，而家到最后讲呢、这个。报障啦，报就系果报啦。咁依句经里面讲咧，就喺我哋未解脱呢个生死轮回之前咧，就会喺呢六个地方去轮回，就系天人、阿修罗、恶鬼啊、畜生、地狱。经上面讲咧，就话俾我哋知道。我哋众生随我哋嘅业力，咁咧而喺呢个宇宙世界里面咧，产生咗六大类嘅唔同嘅众生嘅生命力，所以咧就叫六道轮回。咁喺呢六道里面，天人、阿修罗、恶鬼、畜生、地狱。咁以我哋人类嚟讲，我哋只系可以最基本嘅系即系见到人啊，同埋畜生系咪啊？咁除非好似话有嗰啲阴阳眼啊，见到鬼啊，或者咧你禅定打坐啊，见到啲天人啊，或者系地狱里面嘅众生。但系系咪代表话我见唔到、咁佢系咪冇其他道嘅众生存在呢？是不代表到的，好像地心吸力我们见不到看不到的，是不是没有地心吸力但是如果没有地心吸力，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面地球不停地转，那我们就不停地转，没有那种吸引力，是吗？所以呢看不到的也不是代表它不存在啊。在这个六道里面，天人阿修罗咧，属于咧三善道顾名思义，善咧就系佢以善居多嘅。咁呢个天人阿修罗咧，三善道里面咧，天就属于咧善道最多嘅，即系话咧你喺个业力里面咧，你修善最多嘅。就咧可以系生喺呢个天上，咁呢个天嘅生活系点嘅咧？经上面介绍俾我哋知道咧，形容咧嗰种生活咧好如意嘅，环境好优美，想食乜嘢想着都咧，只要你心想咧。就能够得到的我想去哪里，好像有些人就算几大福报都好就算有私人飞机都好，你都要自己有个福报或者有个请到个揸飞机的人，你才可以想去哪里坐上飞机有飞机师揸你去。但是在天道里面啲福报大嘅咧，唔需要噶。我想去边度，一谂就去啦。咁如果你哋学佛咗好耐之后，你睇到《弥陀经》形容极乐世界系咪都系咁样啊？但系点解天亦都可以享到咁嘅福报咧？咁咪升天就得啦。使乜咁辛苦啊？哇！你落世界唔系咁容易去噶、虽然话
唉，临终十年喎，你临终有一念都啦，都啊已经系难得啦，唔好话十年啊，仲有或者有助念啊，啊人命无常喎，点知自己几时嘅生命系完结啊？啊，所以有咩分别呢？啊，我哋要知道极乐世界叫做咩？极乐世界啊嘛，好快乐。就是怎样啊？但有快乐，无有重苦啊！我在天那里享完了快乐，福报享完了，是不是要堕落？是不是还要在生死轮回受苦？但是呢，极乐世界不会啊，因为怎样啊？阿弥陀佛的愿力啊，去到那里呢，不退转，直至修行成佛。所以呢，虽然啊，享受啊，或者个环境系好似系一样，但系究竟咧系唔一样，因为啊喺天道度咧享受咧喺度点样啊？只系你系暂时嘅快乐，咁所以咧喺天道里面嘅生活环境，哦，虽然系非常之好啊，仲系咧喺嗰度生活嘅人咧，嗰啲天人啊。都是没有病痛的，很安乐自在的。但是呢，不是究竟啊，福报享尽呢，还需要呢在这个生死里面呢啊，受他其他的果报的。而这个六道里面的天道，它究竟在哪里呢？啊，经常说，未解脱生死之前呢，还在生死轮回。生死在哪里啊？这个轮回在哪里啊？就在三界了，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在三界。所以说啊，三界六道众生就是这个意思。三界呢也都是分的层次的，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当然呢，啊，最多最呢啊的善道最多呢当然是无色界，为什么？因为呢离开三界之前呢，那个界呢就是无色界。啊，欲界呢话明是欲，贪欲的欲，还是有欲念。啊，色界呢它呢就已经是没有欲念。啊，但呢仍然有色身存在。无色界呢它就已经连色身都没有了，但是执着于个空。所以呢，在这个欲界里面呢，都有呢，啊，六个天，就好像我们全世界里面，哦，有中国啊，啊，有英国啊，有美国啊，分了不同的国家。那呢，在这个欲界里面呢，就分了六欲天，啊，有四天王天啊，忉利天啊，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还有他化自在天。那这个欲界的众生呢，他虽然呢是已经是，啊，一个天人了，但是呢他呢都是还是有欲念的，啊，有男女的分别。不过他会呢在 不同的天里面呢，他们的欲念呢是有分他深浅的，当然他会比人类的欲念呢会低，啊，好像呢，啊，四天王天和忉利天呢，他们男女的欲念是以什么呢？啊，男就是阳嘛，女就是阴，所以他是阴阳气和合呢，啊，他就属于呢是他们的男女的交配。而在夜魔天呢更加直接了，他们只要呢靠近就是他们的交配。而在兜率天呢，啊，拖一下手仔就可以了。咁咧喺化乐天咧，就望下，不过望得耐啲啊。到佢啊第六嘅他化自在天咧，就只系望一望，就已经咧系佢哋嘅男女嘅欲念啦。咁呢个系欲界嘅六欲天啦。咁到色界咧，色界咧，因为佢已经咧冇咗欲念，咁佢冇欲念系一个正念嘅时候，佢需要咩啊？
啊、我哋时话要就睇嘅正念点啊，自己保持心平静，要点啊？禅定啊，佢呢种禅定咧就系净系识得打坐嘅啫，啊，净系识得自己心静落嚟，唔识得修行嘅。咁啦，呢个四禅天啊，四禅里面咧又分为有十八天，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咁咧就初禅咧有梵众天啊、梵苦天、大梵天。咁啊，二禅有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啊，三禅咧有少净天、无量净天、偏净天啊，四禅咧啊有九种天。咁你及埋咧就有十八天。咁喺色界里面嘅众生咧啊，头先讲佢哋系已经冇肉念、冇男女分别啦，即系有色身。所以咧，佢哋啊靠乜嘢啊维持佢哋嘅啊生命？或者是语言呢，即是靠光明啊，他们一身唱呢放出的光明呢啊，被大家呢做一个交流。咁到无色界呢，他呢连呢这个色身都没了。咁呢他就有这个四个天，就是空无边处啊，色无边处啊，无所有处，非上非非处。咁啊，无色界这个四禅天。在这里呢，他已经收到了、啊、连个色身都没有。所以他们、啊、这个天道他们有什么不好呢、啊、在欲界里面，因为他们欲念多，所以呢心呢、啊、时时呢去追求，去、啊、贪恋住。所以当如果他们、啊、要离开福报尽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呢、啊、起烦恼，同埋他们呢、啊、追着这些欲念五欲呢、啊、贪玩啊、贪美色啊等等那些呢、啊、这些天女很漂亮、啊、那呢他们不会懂得修行。那在色界里面，那些天人呢，他会贪着于禅定的喜乐，不想、啊、出这个定。在无色界里面的天人呢，他贪着于这个呢，因为他贪着这个禅定而修道，连色身都没有，所以呢他没有办法修行。所以在天界里面的众生、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的天人，他们那里呢是没有佛法听，亦都冇福报，佢哋去修，因为佢哋唔需要，个个都自己会拥有，系咪啊？咁佢哋唔识得去培福，亦都冇福报，佢哋要培，所以咧就只有咧喺度享乐。咁点样能够生到呢个天道呢？就要修呢个十善道啦。上品的十善道，修到好圆满呢就能够升天。咁六道众生里面呢、啊、我哋是随着自己的业几时成熟、啊、善业多啲，恶业多啲、啊、少啲，边度多啲少啲咁样啊，嚟随嗰个啊成熟嘅时间啊，啊，嚟决定你哦要去边一度嘅。咁所以咧，唔系话啊，我咧一落咗去地狱咧，就一路受完受完之后咧，就可能就即刻做翻人，或者系即刻做翻畜生，唔一定啊。睇下你受完之后，哦，你其他嘅果报几时嚟？咁如果喺地狱里面嗰、那个果报未受完嘅，而喺人道或者畜生道嗰、那个报要嚟嗰时候又点呢？啊，咁一阵间咧，我哋就喺啊恶道嗰度再同大家讲啦。咁如果啊呢、这个天道里面嘅众生咧，
好多经上面呢，我哋都讲啊，因为喺天道里面嘅众生只系得享福，冇培福啦。刚才讲冇培福嘅机会，所以咧就只有过去生所做嗰个恶报、现行报嗰时候咧去受报，所以咧通常咧都会堕落到去恶道，而且加上因为自己享惯咗福啊，突然之间要福报完接受唔到，咁咧心里面咧难免有嗔心起啊。我哋点样理解呢？就好似我哋人死嘅时候，点解咧？我哋话最好咧，人死嘅时候咧最好唔好喐动佢啊。因为点解啊？喺人要命临命终嘅时候个时候八个小时最少嘅，最少八个小时之内咧，个人个身体咧都仲有感觉噶，白色咧仲未咧完全离开噶。浅色死咗，第六意识、第七色、第白阿赖耶识渐渐慢慢先离开。咁喺呢个时候咧，肉体咧，如果你咧去触摸佢咧，或者系令到亡者系悲伤咧，佢会生起恶心。当佢喺恶念嚟嘅时候咧，就会咧同恶道咧就会相应到。咁所以咧，天人都系一样。天人佢享福享得好好嘅时候咧，佢当佢福报要尽嘅时候，就快要离开嘅时候，佢会有咧呢、这个之前有讲过噶五种嘅唔好嘅现象显现嘅。咁当佢觉得正一叫做我哋所谓周身唔自在唔如意嘅时候，心咧烦闷啦。心咧烦闷咧起恶念啦，所以我哋有时心情好啊，人哋唔觉意啊，或者讲嘅一句说话，或者触犯到你碰到你你都会咧无端端咧就会咧起嗔心，呢啲就系我哋咧嘅习气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嘅恶念起咧就会落恶道，所以天人都一样当佢咧福报享尽咗嘅时候，五须上现起嘅时候，佢咧难免嗔心会起，嗔心一起咧与恶道就相应啦。咁跟住落嚟啦，天三善道里面天最好啦，跟住咧就系人啦。人咧，我哋所谓讲啊系苦乐参半。咁喺佛经上面讲咧，我哋人系咪净系讲我哋呢个地球咧？唔系嘅，原来全宇宙里面咧中间有个须弥山须弥山咧，侧边咧都有个咸海、咸水海嚟嘅。咁而分咧东南西北就有咧四个唔同嘅地方都有人类嘅。咁顾名思义，东南西北啦。咁而我哋呢个地球，我哋呢个人类咧，就系喺南边啦，叫南禅部洲。而呢个四个地方所谓的四大部洲呢，各个呢是不相通的，即是我们这个南禅部洲呢的人类呢就跟呢东边西边北边呢是大家互相呢是没有交流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存在的。咁呢个四大部洲，第一就是东胜神洲喺度咧，亦都简略咁同大家介绍下呢四大部洲有乜嘢大致上嘅分别啊，生活如何？咁东胜神洲咧，顾名思义系东边嘅，咁咧佢嘅特色系咩咧？个土地同埋咧比较肥沃比较大。人寿是250岁，
咁第二个咧就系南禅部洲，就喺南边咧，就系我哋呢个地球。咁我哋呢个地球嘅人嘅寿命咧，大家都知啦吓，都好少系超过100岁以上噶。啊，好多咧都够唔够100岁咧，就会因为咧因果报应啊，就咧啊，随住自己嘅人寿几多岁咧，就过世噶啦。第三咧就西牛河洲喺西边嘅，咁呢个地方咧，佢以咧啊多牛啊、多羊啊、多猪肉咧为佢特点，就咧以呢啲咧牛啊、羊啊、猪宝啊、啊玉器啊，就为佢哋咧好似我哋咧啊货币咁样啊，我哋做大家咧生活上嘅嗰、那个啊维持啊啊。你俾啲牛我啊，我俾啲羊你咁样啊，好似以前古时代啊嗰啲交易咁样嘅。到最后一个北俱芦洲啦，啊呢、这个北俱芦洲咧就系、是、为四大部洲之中咧啊最好嘅。喺度住咧，嗰啲人啊环境咧都系最舒服嘅。仲有咧喺度住嗰啲人咧。好自在喎，不過有一樣唔好，呢度咧係冇佛法嘅，所以咧喺經上面講咧，生喺呢、这個啊北俱芦洲咧係屬於咩咧啊所謂嘅難啊啊百難之一，因為冇佛法聽，你冇佛法聽，冇佛法聽咧你就唔知因果，唔知因果咧你咧就會咧哦做惡業唔怕啊，又唔會去做善業。咁咧就所以咧系咧啊，所谓咧系唔好嘅，就劫难之一嚟噶。咁呢个四大部洲里面，我哋生活喺呢个南禅部洲啦，啊，南禅部洲，我哋整个地球好多人喎，但系点解啊？经上面讲人生难得啊，我哋人类咁多。但是我们比起六道里面众生，不要说六道那么多啊，我们只是说蚂蚁，你看斗蚂蚁里面有几多的生命，我们再推算全世界全宇宙里面的众生有几多，我们得这个人生比例上来讲是不是真是哇非常非常之微细。咁仲有经上面讲佛法难闻啊，我哋睇下我哋嘅全世界有唔同嘅宗教，仲有唔信宗教嘅几多，而佛法里面信佛嘅真真正正是正信的少之又少啊，好多只是我懂得去拜拜啊，或者好多去参加下活动啊，好像当一个啊业余。所以呢经上面用一个比喻，能够得人生闻佛法的以一个比例是什么呢，在茫茫大海里面有一只乌龟，那只乌龟就是盲的，而在前面呢就飘紧一块木头，这块木头呢还有一个窿，这个窿小到是什么呢，就啱啱只是可以套到那只乌龟的头，而我们能够得人生闻佛法就好似咩？呢只盲乌龟可以喺呢个茫茫大海里面，系穿过呢个木头里面唯一呢个洞，系穿过去，难难啊！嗰只龟系盲嘅，啊，所以咧啊，我哋能够得到呢个人生，啊，能够听闻到佛法，听闻到佛法，仲有缘咧。啊，去修学啊，
在座大家咧都系咧非常之咧啊，呢、这个福德因缘咧好殊胜啊，所以咧藉住个福德因缘咧，更加咧珍惜啊，更加去培福增长自己嘅福慧咧，更加增长。咁我哋能够生到呢个人有咩条件呢？啊，天呢就要十善啦，咁人呢，人呢就要五戒啊，守呢个五戒啊，记得喎、哦，系守啊，守呢同受呢系唔同嘅，所以有啲话，哎呀，我守三戒五戒啦，我保呢个人生啊，吓，经常系讲，冇错，阿佛咧冇打妄语，不过你有冇守啊？你有守呢，有戒慎护你。戒慎护你咧，你必然咧啊，将来咧啊，戒慎系善神护住你噶，咁将来咧佢一定咧保住你嘅啊。但系咧自己咧一定要有冇反省啊？我有冇守好呢五戒咧啊？对呢个不杀不生啊，不偷盗啊，不妄语啊，不啊呢、这个饮酒啊等等呢五条戒，引申出嚟嘅。微细的戒有没有守护呢、啊、其实呢五戒不用说、啊、背得哎呀怎么背呢、啊、或者守完之后那个意思是什么，其实总括一句，不论在家出家都是要守的，就是什么，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正其义、啊、是诸佛教，这个就是一切戒的基本，你守好这个你就能够呢不但止是升天做人还可以怎样解脱，因为怎样自正其义，你清净的正念的时候、啊、你的正念现前的时候一定怎样生去正处，正处就是正土，正土就是将来呢你能够成佛呢、啊、的基本那个打好基础的地方来的。好啦，三善道呢最后就是阿修罗道啦。阿修罗道呢佢係属于呢喺印度里面呢就当系一个呢神，系一个恶神。佢点呢系嗔恨心比较重。所以呢大乘同小乘呢偏呢个轮回呢就有唔同。大乘佛教呢就有六道轮回。而呢小乘佛教呢就将呢个阿修罗道呢就归落去鬼神道、啊、所以是五道的，你会所以有时呢、啊、大乘佛教的经典有时同小乘佛教的经典呢有少少是不同，是、啊、以他当时不同的意思。咁所以呢这个阿修罗道呢他是怎样的呢，他是有天的福、啊、他有天的福，但是他没有天的德性、啊、跟他经常的说他怎样呢，他时时呢很多时候走上去天界呢跟这些天人呢打交的、啊、那么这个他的有什么业因呢，就是呢喜欢呢、啊、妒忌人、啊啊、比较骄傲一点，不过就没有做恶业，所以呢他的、啊、果报呢就感到这个阿修罗道。那这个三善道呢、啊、就介绍完了。那在六道里面三善道跟住来呢就是三恶道了，就是地狱恶鬼畜生、啊、三恶道里面地狱最重、啊啊、总括来讲呢最重的八大地狱、啊活地狱、黑城地狱、合地狱、叫唤地狱、大叫唤地狱、招热地狱、大招热地狱、啊、阿鼻地狱，在这八大地狱里面呢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阿鼻地狱、啊、就叫做无间地狱，因为很多经上面呢都有提到、啊、这个无间地狱、啊、就是最重的罪恶，好像、啊、提婆达多出佛身血、啊、做了很多重罪，所以呢即时呢就堕落到、啊、无间阿鼻地狱里面了。咁呢个阿鼻地狱点解叫无间，佢因为呢
落咗去呢度嘅时候，好多时嘅果报啊，要经过中阴身啊，或者好似所谓讲话哦，阎罗王判啊定罪，但系咧犯呢个罪嘅罪人咧就唔系啦，一命中即堕，都唔需要经过其他啊嘅地方啦。亦都唔需要什么直到这个我被地獄受苦，在我被地獄里面呢，整个身体呢都充满着，所以说命无间整个生命都没有一个空间，还有在这个地獄里面的受苦呢是无间断，没有一刻你停，你在这里譬如那个地獄那个肉足要你受这个苦，受苦到痛苦到你晕了死了，又即刻意识你又生出，又生又死，又生又死，是没有间断，受的苦呢是没有你一息的停，所以这个阿鼻地獄呢是极重的罪人落脚。那这个落这个地獄是犯什么重罪呢？是犯这个十恶业所以是很极端的。你做十善业呢升天，做十恶业呢重的十恶业呢堕地獄。它会在哪个地方呢这个十恶业在哪个地方呢？顾名思义地獄嘛。在地下最低最低的那层我被地獄当然是最低最低的那层。那它的环境是怎样呢它的环境呢当然是要你感觉地后呢是很苦的，所以在这里里面怎样温度很高的，你想想我们平时三四十度已经哇觉得焗到不得了，在那里点子哇是加几多度好似乜嘢以前啲人炼铁而家呢就睇唔到啦好似以前啲人炼铁或者係烧啲玻璃喺外国呢睇人哋烧玻璃佢哋都要嚟到嗰个炉几兴係要嚟到好远喎去烧啲玻璃但係呢喺地獄里面嘅众生被啲肉卒掟落去或者是受不同嗰啲刑具嗰啲苦噶，咁所以咧嗰啲温度咧系好高嗰啲压力咧俾啲刑具俾啲瞓呢啲钉床等等呢啲咧你哋睇嗰啲经上面讲嗰啲受嗰啲苦就睇到啦在那里受的苦呢真的呢所谓我们人间上所说的不物难以形容受苦的时间呢就随每一个众生落了之后他的业力但是他们的年份呢跟我们人间年份呢经常说他们的五百年只是等于我们一昼夜所以呢那个啲受罪业恶报的众生就看看我们感到地獄那个日子要几长他们就受几耐的苦了。那当好了地獄的苦受完咗之后，因为重罪喎，咁所以咧有其他嘅报未报完嘅，咁佢会去到其他嘅道，好似地獄最重啦，跟住上嚟有畜生恶鬼人咁佢哋会有乜嘢嘅余报咧好似。在畜生呢
受完地狱的苦，到去受这个畜生的时候呢，他都会有感受到地狱的苦。怎样啊？他就要在畜生里面呢受什么的畜生呢？那些呢雀仔啊，被那些蚂蚁追啊，还有呢在森林里面呢那些鹿啊，那些黄鲸啊，是不是被那些狮子啊、老虎啊追啊？如果你们看那些动物世界啊，看那些呢那些追杀啊，那些地狱预报那些要在畜生里面就要受这些这类的畜生那种精神上的痛苦。那如果遇到恶鬼呢来到鬼道呢，他会受到什么？有东西吃不到，有水喝不到，就是什么？我们佛教里面最出名的那个日子，也是最出名的7月15日盂兰节。这个盂兰节就是我们佛陀弟子十大弟子之中是神通第一的。你想想，神通第一真是什么都难不到他，是吧？我想做什么都有神通第一添，但是唯一他妈妈受的这个恶鬼这个苦怎样苦法？因为他妈妈生前呢非常之悭贪，亦都做了很多恶业所以呢堕落到做鬼的时候呢都要受这个饥饿苦目犍连尊者知道有神通知道想去救他，但是没办法，因为他妈妈杂气当这个食物送到他妈妈的口里面就来到边的时候，他妈妈怕因为已经饿到呢，你哪怕我们平时人都好平时晏啲食回到家家有人还没煮饭或者呢出街去到那个铺头人多叫极都未来，哇自己呢饿到叽里咕噜的时候几辛苦所以呢哇他妈妈已经受得好苦了难得有食物在哪里他咁而呢旁边呢亦都好多其他嘅恶鬼候住晒喎，想扑埋嚟喎，佢驚啦，驚住呢自己嗰块呢食物呢俾旁边呢抢到啦，就遮住哦弊啦。佢因为呢个心呢亦都係呢与佢个恶鬼道相应呢个业，所以呢即刻变咩呀，佢食物呢马上变得火炭啊，哦即刻呢烧佢妈妈个嘴。所以呢他妈妈都吃不到东西因此呢他目犍连尊者呢非常之伤心啦然后呢就唯一就去到佛陀面前呢就跪求佛陀有什么东西，因为只有佛陀可以解决到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到他妈妈，所以呢在7月15日佛陀就说你呢就在这一日去共僧，因为7月15日呢就是出家人在3月安居解决的日子而这一日呢就是所有当时的出家人呢现在我们就有僧团，以前呢就以佛为师的，所以呢就去到佛陀面前呢就忏悔我在这3月里面呢有没有起心动念有没有啲做什么不好的地方，忏悔清净，然后呢就接受施主供养。所以呢当施主呢居士们呢能够在一日供养出家人呢那个功德呢，因为忏悔清净，这个清净那个修道功德呢回向呢功德呢就可以超度到他目犍连尊者妈妈，这样跟佛陀跟目犍连尊者讲。所以呢这个7月15日这个盂兰节呢真正的佛教的由来呢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恶鬼
嗰個苦幾慘啊！食又食唔到，我得罪咧啊，又冇連水啊都冇得飲噶。咁呢個餓鬼嗰度咧，係生前做咩業呢？就慳貪啊，慳咧唔緊要喎，啊慳自己啫嚇，孤寒唔緊要，千祈唔好去貪啊！如果你慳貪咧，佢咁咧就做惡業，咁咧就會與呢個餓鬼度咧就相應啦。咁呢個慳貪咧，亦都有深淺嘅程度咧唔同噶。咁所以咧喺呢個餓鬼裏面咧啊，都會咧因佢咧嘅業力所做嘅業深淺咧唔同啊，所以有啲餓鬼咧啊，佢會有得食；有啲餓鬼咧係完全係冇得食嘅。咁佢生活喺邊個地方咧？係喺陰暗地方。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話啊，我哋夜晚啊，有時咧就去行啲光嘅地方，因為咧啲鬼咧啊，都會咧躲喺你啊，匿喺咧啲陰暗地方啊。咁你係睇唔到佢，咁但係咧佢咧就會咧俾你撞見咧，佢咧就會啊會咧個心咧啊或者佢咧個身體咧會唔舒服噶。咁好多時咧就話啊，我哋咧最好咧就唔好觸犯到佢啊，就咧行啲光明嘅地方。咁所以咧啊，有時有啲鬼咧有福啲嘅啊，佢會受到啊人咧人咧嘅嗰啲供品噶。咁所以我哋話哦，拜祖先啊，買啲嘢俾佢食啊，啊人啊死咗之後啊，或者啊燒啲紙扎啊。但係我哋咧佛弟子要知道喎，第一明白咗因果咧，都知要知道究竟個亡者咧啊有冇咁嘅福分。第一啊，第二咧，我哋最啊究竟嘅幫到佢嘅係咪俾佢食啊，俾佢著？唔係啊啊，最究竟嘅等佢真正解脱到嘅係要咧等佢咧哦解脱到呢、這個啊惡道，唔好去受苦。所以咧真正嘅係點樣啊？哦，念經啊，超度到佢。唔好咧，等佢啊俾啲嘢食啊，哎呀啊，俾嘢啊，你俾間大屋你住啊，啊呢啲咧，其實咧係一種我哋啊同佢啊有關係嘅親人上面嘅啊心靈上嘅一種安慰啊，真正咧幫到解脱嘅都係咧最好咧係念經啊，或者個願力啊啊，希望佢去到個好嘅地方啊。咁到最后啦，咁呢个饿鬼，饿鬼报完之后，好啦，去到呢个人里面会受啲咩苦呢？啊，饿鬼去到人嗰度，我哋人系咪有啲有福噶？有啲有钱，有啲冇钱，有啲咧享受得好好，有啲咧就好生活环境好差嘅。咁所以咧，呢、這個餓鬼如報咧，去到呢個人類咧，就要咧啊受呢、這個哦窮苦啊，所以有啲人好窮啊。以前鑽石山啊啊嗰啲木屋區啊啊，佢哋咧生活環境好差噶。呢啲我哋咧就係、是、人類上面啊，人間上面啲貧窮嘅苦啊。好啦，咁啊，跟住。地獄啊，畜生，惡鬼講完啦，到畜生啦。呢、這個畜生咧，頭先惡鬼咧就係慳貪啊，啊，咁畜生咧就屬於咧啊呢、這個慳裏面啦，屬於咧，所以咧我哋煩惱裏面係咪有貪嗔痴煩惱啊？啊，
经上面讲咧，我哋贪嗔痴烦恼咧系三恶道因啊，嗔心重嘅就地狱嘅因啊，贪心重嘅就系咧饿鬼因啦，痴心重咧就系畜生嘅因啦。啊，喺呢个畜生道里面咧，佢种类好多噶，所以咧喺呢个啊。其他道里面咧嘅分类咧，畜生道最多嘅，佢咧啊有呢个卵生啊、胎生啊、湿生啊、化生啊，所以啦有鱼啊，啊有海，佢里面好多动物啊，咁仲有天上啊、天上啊、地上啊、海里面啊，种种好复杂。咁而佢受报的时间呢，经上面讲呢啊，都会随住佢唔同嘅啊畜生嗰种业力时间唔同啊，所以有啲唔同类，好似狗啊、猫啊，或者啊十几年啊，或者有啲几年，或者有啲啊长命，最多都应该都唔超够廿年啊。不同的类的畜生寿命不同，这些呢是他们的业报。那他们啊受完这个畜生之后呢，他来到啊我们人那里呢，他呢就是怎样呢，稍微呢是怎样，六根不具、啊、所以我们刚才讲过、哦、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个人呢身呢虽然得了，如果六根不具啊，盲啊、聋啊、哑啊，有没有用 啊所以这个人身呢是代表怎样，六根具足、啊、能够听到，能够睇到啊，能够学习到。如果唔系，你好似嗰啲愚痴啊，啊嗰啲低能儿童啊，得呢人生亦都系白白咁过。咁所以咧，啊呢、这个三恶道总结嚟讲，佢业因都系咩？由我哋嘅心啊，我哋嘅心生起个罪业，就要受呢个恶嘅果报。地狱的畜生啊，他呢时时呢在地狱里面呢啊，要受这个呢啊，好像呢比什么温度很高啊，所以好像比烈火呢来烧啊，啊在饿鬼世界里面的众生啊，时时呢受了饥饿啊、口渴啊那种啊痛苦啊，在畜生界里面的众生啊，弱肉强食啊，还要受我们人类呢里面、啊、去捉他们 啊杀食他们、啊、的苦。所以这些都是由于我们什么、啊、我们心里面的恶业、啊啊、恶业呢代表一个黑暗、啊、我们心里面的黑暗的恶业所造成这个果报。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留意一下我们每一个思想，每个观念里面的善恶，加上你所对的环境，你形成了、啊、你做的善恶业，那将来呢引申到呢这个六道里面呢、啊、千千万万变不同的业果报、啊、在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虽然话六道，但是呢都会是因住自己不同的善恶业的果报呢而有轻重，好像我们人类、啊、我们虽然大家都是人类，但是都有好有坏、啊、有生活环境、啊、优越，有生活环境、啊、很差。在生活环境好的里面、啊、很有钱的未必一定心情好、啊，未必一定周围的眷属好、啊、未必一定自在、
啊，在生活环境不好的地方生活，未必感觉到不自在，啊，有些穷人有穷人快乐，啊，穷人的眷属，啊，有他们呢，大家呢生活得呢，哦，非常之呢好和谐，啊，有些又很有钱的人未必一定呢开开心心，啊，子孙满堂未必一定幸福，啊，有些只是一个小孩已经呢，啊，安享晚年。所以呢各个人呢都是因着他不同的业报呢而产生不同的现象。这样啊，这个水忏呢，这个啊烦恼障啊业障果报障呢，就在这三卷里面呢就啊跟大家呢介绍完了。咁而每一卷里面呢都有一首赞嘅。咁喺度呢亦都顺便呢同大家呢解一下。咁大家有因缘呢去拜嘅时候，哦，好多时呢赞呢係古代嘅高僧大德去因呢段嘅经文啊，整部经文而总结去一个赞叹嘅。咁我哋呢亦都係明白佢嘅时候呢，当唱起上来能够投入呢，啊，也都呢回报，啊，祖先大德那个，啊，恩德。在卷上面讲了，苍如人面宿陷河多，清泉一谷即消磨，敏己复怜他，孰为刹魔，万古无恩波。啊，这首赞呢就是说，啊，我们五达国师啊生在膝头哥上面这个疮，不是我们，啊，普通人所生的疮，不是说，哦，我，啊，皮肤感染啊，啊，嗨到细菌啊，哦，就呢可以呢靠医生医治的。这个是人面疮啊，这个人面是有人的眼耳口鼻这块面的疮来的。这个人面疮是怎样感来的，是因为啊过去宿生宿世所做所结下来的怨业来的。啊，五达国师作这首赞的时候，就是因为觉得，唉，自己过去不知道真的那个因缘果报这么恐怖，而做了这么重的罪业，啊，等到冤家追了他成十世，啊，所以觉得，唉，自己真是可怜了。所以因此呢就想起到，啊，其他的人，啊，日后有缘闻法的佛弟子，所以呢就作了这部忏而讲了，啊，这个因果的恐怖，所以呢就作了这部慈悲三昧水忏，那么就可以等到日后的众生，啊，不单止自己还日后的众生，啊，有缘的能够见到这部三昧水忏，能够礼拜来参悔，啊，而得到佛法的利益。卷中了，西属九龙有备其全，决明三昧敌冤牵，家乐启真源，清净通源，其法广流传。这里呢就是说，啊，西属九龙呢这个就是地方名呢，就是讲中国西部，啊，以前这个是古时代，啊，那个国家那个，啊，篇的名字西属，啊，西属那呢就是属于呢中国西部，是四川省九龙山，啊，那这个地方呢非常之高，啊，那在山里面呢就有个泉水，当时呢就是五达国师就来到这里呢，
就是求请呢当时的迦勒迦尊者就赐他的三昧水这个三昧水呢就是在个山后面的溪水，那溪水呢是非常之源源不绝的，而只是用个童子一盒的水呢就将五达国师盖宿生宿世所结落咗嚟呢个追咗去十世呢个恶业咧，呢个冤家咧解决咗。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一个譬如呢个水，譬如个清净三昧水呢个法昧呢个水清净无染。亦都能够洗干净，代表住洗除咗我哋嘅罪业几重几恶嘅罪业都能够洗除这个一定要藉住呢个三昧法水。咁所以咧呢度亦都系再继续赞叹就话，所以因此咧而讲咗。这个法理以这个三昧法水洗涤我们宿生宿世这个罪业令到这个佛法呢能够呢藉住这个忏本呢令到大家理解到而一路一路地流传于世了。最后一卷忏如碗滴，以水为名，自心顶礼罪根清，罪灭福由生，为人超灵，各海圣海情。这里也是继续再讲慈悲三昧水忏是忏悔意思。这个忏是什么意思呢？忏呢就是好像这三半洗衫一样，滴就是清除意思，就好似你洗衫清除咗你衫呢啲衣服呢上面嘅污渍。以水为名，点解以水如果大家仲记得水係代表一个干净清洁能够呢清除污垢嘅意思。咁呢所以以水为名就话清除我哋嘅罪业还我哋本身嘅清净。所以当我们能够礼拜这个三昧水忏的时候，至诚顶礼，真正呢从我们身心至诚顶礼来忏悔的时候，我们罪的根本呢，罪的根本就会清净了。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以一个真诚的心去礼忏所以当你清净的时候，个罪是不是灭呢所以说当你心至诚顶礼的时候罪业就会灭，罪灭福生恶业报种，那么你的福呢就自然会生所以呢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为日好似咧，好似你哋世间上讲嘅话，你哋嘅阳光普照大地咁样啦。这个超灵咧就讲表扬咗一个乜嘢咧？这个为人系加强佢嘅光明神奇嘅意思。所以就譬如犹如呢个日光遍照呢个世间，将呢个世间咧变得光辉灿烂了这个譬如我们这个本性所以说各海圣缘情这就讲我们的智性了，就清净到呢就好像什么清净透明了，我们的本性
清净圆明啦。咁喺我哋嘅经上面或者系忏上面咧，就好多时咧都会有最后就会有呢个回向发愿嘅。咁之前呢有同大家讲过惭愧同忏悔。咁惭愧同忏悔就喺忏文上面呢就会先开始呢就会有必定会有讲㗎。咁佢分别嘅意思呢大家仲唔知仲记唔记得喺度讲咗惭愧同忏悔呢，惭愧呢就发自内心但係未付诸行动㗎，就係觉得自己唔啱自己呢都係都係不及人啦，係咗一种惭愧心。但係忏悔呢就付诸行动啦，觉得自己真係唔啱啦，真係要对人对事或者呢对忏本嚟忏。咁而呢个回向同发愿呢就喺经上面呢同忏本上面呢都呢最后会有嘅。咁佢哋有咩唔同呢？呢个回向就係嘅意思就係话将自己读经又好或者有啲人啲佛弟子喺日常生活之中会读唔同嘅经，或者日间有时间会念佛啦，咁到最后或者有啲人会分开我念佛几多诵经几多，咁分开每一次，咁有啲弟子就会问师傅我究竟系咪要咁样呢，有时我唔记得咗咁点算呢，其实呢可以唔需要咁复杂嘅，到你每一日临休息之前或者是你觉得那堂功课你临瞓之前要拜佛的，那呢在那个时候到一个总回向都可以的那这个回向呢，所以的意思含义就是说将自己所修的功德就不愿意呢只是自己得的啫，不同呢普通的人就说我呢读咗部经呢回向俾我呢我有眷属嘅我眷属呢就身体健康有仔仔女女孙女读书聪明乖听话咁等健康等呢啲好多时呢啲家中嘅眷属呢啲长辈呢好多时呢都为嗰啲晚辈嗰啲或者自己最亲嘅人朋友有咩事呢有读经嘅回向呢、这个真真正正嘅回向呢就唔係單止獨自自己最親嘅人，佢嘅良心呢係廣大到咩呢，係不但止唔係為咗自己嘅，仲要將個心胸廣闊到將嗰個功德呢回向俾法界一切所有有緣無緣嘅眾生隨緣得到嘅。有啲人唔惊我话弊啦弊啦，我读一部经咋嘛，我分薄佢好似切饼话一分二二分四咪越分咪越薄，分到最后嘅时候自己一啲都冇但係唔係咁分，明明係话分开㗎嘛俾人哋㗎嘛，咁唔係咁计咁点计呢，冇道理喎，唔係咁计，其实有个道理㗎，就好似点样呢，就好似我哋手里面揸住一个蜡烛，点着佢，跟住咧你台面上面或者系你可以放嘅地方里面，你将佢放晒所有嘅蜡烛，而你将手上面你点着嘅蜡烛，逐支逐支点，咁样嚟讲，推理嚟讲，你手上面蜡烛有冇熄到，有冇少到？冇，但系你而睇到嘅你而点到嘅蜡烛里面，佢哋
都会因为你一点都会着咗，系咪？所以只要你个心真真正正发呢个回向心，回向俾佢哋嘅，佢哋有咁嘅福德恩缘，有咁嘅缘同你结到嘅，佢哋都会沾到啊。而你嘅回向呢，亦都系冇少到，而反而点样多到，你心量大咗啊。有啲人点解会会改变咗自己，学佛咗会改变自己啊？因为心量大咗，你要修善去行好事，都要你心量大嘅。你心量唔大，你做唔到噶。你放宽唔到自己的心嗰时候，你心胸狭窄嘅时候，你唔想去帮人嘅时候，你点样去做到好事？你点样帮到人啊？所以咧，都系啊，靠我哋时时有冇一个心量。我哋心量咧，亦都靠我哋咧啊，喺回向嘅时候发一个无私嘅心去回向。所以咧啊，呢、这个功德嘅回向咧，就好似点样啊？就好似咧，你将一杯水你倒落去大海里面嘅时候啊，你杯水会唔会干咗？唔会。啊！你杯水咧，因为倒落大海嘅里面咧，你啲水咧继续咧延续咗佢咧，延续咗一路一路咁延续落去。咁所以咧，啊喺佛经里面咧，佢个回向咧又分为三种。第一咧就系、是、回自向他，自就自己，他就是他人别人，即系话咧将自己回向俾别人啊，就好似头先我所讲啦，啊，将自己日常所有嘅功德啊回向俾啊契一切众生。咁所以啊，我哋嘅延伸偈啊或者往生偈啊，都系发呢个回向心啊。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西西上菩萨道，都是发这个回向心，回自回向给自己，回向给他人。第二种呢，回事向你，事就是事情，道就是道，这个理就是道理。回事向你什么意思呢？就是呢，我们做任何事的来讲呢，都要咧三轮睇空，就以个布施为例啦。当我哋布施俾人哋嘅嘢嘅时候，我哋唔好执着啊！我俾嘢人，如果你执着咗咧，我俾嘢人或者我帮咗人嘅时候咧，你要有一个咩心啊？回报心啊！哈哈，你会记咩？记人哋对你有恩啊，跟住咧，人哋咧对你咧有乜嘢啊？唔知恩报恩啊，或者咧恩将仇报嘅时候，你就弊啦，心起烦恼，心起恶念啦，咁所以咧，我哋要三轮睇空，就系冇能够布施嘅人，仲有第二冇嗰、那个要所施嘅物。你俾嗰样嘢人哋，嗰样嘢你都唔好执住啊！嗰样嘢系我俾你噶，呢样嘢唔好执住啊！到最后冇受施嘅人啊，冇有对方啊，所以咧叫做三轮睇空，即系从你起心动念嚟讲，都唔好执住啊！有能施啊，受施所施。这个呢，为什么呢？回事向你，我们事上面，我们虽然有做到一件事，但是我们道理上面，我们不要去执着，将它呢，在我们用我们理上面，好像我们众生平等，这个是理上，
但是事上众生平等、哦、啊，你冇读到书做老师得唔得？唔得，系咪啊？哦，你冇经过一番努力就去当大官啊？冇经过一番努力读书啊，去工作，去求学，啊、去求上进，哦，要搵大钱，冇可能啊！所以事与理是不同啊，不要执着于事，要回事向理。第三就回因向果了、啊、就是将我们因上面所修的回向去果上面，是什么呢？好像修行念佛法门来讲，就将这个念佛的因回向怎样啊？成佛的果。所以我们将、啊、我们发愿啊，一切的恶事呢都不要做，这个因呢将来希望得什么回事向果，希望呢你一切恶事不要做呢，你就少了很多恶缘，少了很多恶缘呢你怎样啊？平安大吉、啊啊、你很多时很多恶缘、啊、很多恶果报、啊、都是你怎样过去所做的恶业 啊， 啊，所以呢你一切恶都没有做到呢，你同人家呢都没结到恶缘呢，你就呢、啊、不会那么多呢阻滞、啊、不会那么多呢、啊、不如意，平平安安啦。咁啊，一切的善你能够做到的话呢啊，你善做得多，你的福报呢自然呢增长。啊、你的善缘多，你去到做什么事呢都样样事呢有人帮你、啊、有人信住你去做，呢所以果呢就是万事如意。所以呢回向文呢就是主要是什么，将所有功德就是回向给法界一切的众生啊，与法界一切众生呢啊共享。咁啊，法院又好似有啲相似喎。咁其实呢係有一种分别嘅。法院啊，呢、这个法院呢我哋时时喺接触咗佛教之后呢成日都会有接触到㗎。啊，就係、是、喺你皈依受戒也好，啊、法会也好，都要怎样啊？发这个四宏誓愿啊！啊，在经文忏文里面，随着经文的内容，忏文内容呢都是要发愿，所以这个啊三昧水法都是有这个发愿。咁所以呢，回向同发愿有咩唔同呢？回向呢就将所有做咗、哦、所有功德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但是法愿呢是只是将自己所做的发了这个愿出来、啊、但是呢未必一定做到，我发愿、啊、我发愿我希望呢第日我有钱的时候我来帮你，但是到了时的时候呢未必的、啊、这个愿呢所以在回向里面呢微细来说呢不一定有这个愿力的、啊啊、而愿里面呢不一定有这个回向，所以他们是有少少的不同的。所以呢、啊、整部慈悲三昧水忏呢就好似一副呢镜，或者呢啊一副放大镜，镜呢就睇到你自己，但一放大镜呢就睇到更微细嘅啊，更微细嘅喺科学嚟讲呢好似啲显微镜，你睇到乜嘢，睇到我哋自己嘅烦恼同埋习气。因为在这部水忏里面呢它会
讲咗吓好多好多我哋日常里面咧嘅身口意三业而所做嘅罪、所做嘅善恶，仲有从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啊所做嘅善恶业。咁由呢啲善恶业招感到唔同嘅果报，咁而去受报。咁所以咧，我哋如果从呢个忏文里面啊，往内心去观照，渐渐咧，我哋会点样啊？哇，睇到哦，嗰种由烦恼造业受报啊，跟住咧。那种不同六道里面的轮回的果报，所以会害怕、啊、所以说在当你觉悟了之后、啊、理解到佛法之后，你会怕的因果、啊、因为你开始、哦、看不到，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啊、周围的人、啊、看回道而回光返照，咁咧开始点样啊？慢慢调整自己啦。咁然后咧，由于往内心嘅观照，修正自己嘅行为，咁咧你会发觉渐渐咧，爱嚟嘅姻缘咧都会改变嘅，好似啊，你或者喺学佛之前啊，这个学佛之前呢要真真正正学佛、哦啊、不是说呢我来拜了心拜了法皈了依守戒跟着回去呢、啊、依然顾我，是没有在经上面研、啊、去研究啊，或者我有机会啊来听法学啊，或者现在科技呢啊很发达啦、啊、在网上啊听听啊，话手机啊都可以啊，听经啊等等，系冇去理解佛法嗰啲，唔系属于真正学到佛，因为学佛系要依佛所行，佛陀教我哋啊，要点样啊，佛弟子啊喺呢个生活上身口意系要点样？手才可以真正是一个正信的佛弟子、啊、在当你了解了之后呢，还要怎样呢？认认真真在日常生活之中去代入，这样才是真正的佛弟子、啊、不是纸上谈兵、啊、如果连纸上谈兵都没有、啊、更加这个呢不是一个正信的佛弟子，因为未了解到，所以呢根本呢就不知道自己应该是怎样去做一个正信的真正的佛教徒。所以、啊、当你能够达到一个真正的佛弟子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会是怎样将你的佛法代入在生活之中，咁慢慢时时咧，观照修正自己，咁由呢个里面嘅观照修正自己咧，外在因缘咧，你会慢慢改变啊。咁呢个时候你再谂下，你会发觉好似多咗朋友，好似周围嘅人咧友善咗，好似咧，诶，个个都对你好咗。其实怎样啊？是你的心转了、啊、所以呢、啊、心成靓了呢，外面环境呢都呢哇美好了的，所以唯有你的心转呢，你呢想个生活环境呢就能够呢就会转好。
在忏文里面呢，善那里重点提到要想除我们的烦恼障、业障、报障，就要发这个七种心来对。咁仲有喺忏悔之前要修呢个四种观行，呢啲都系提到咩啊？提到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个个都去成佛。咁所以而家已经成咗佛嘅，过去都系众生都系同我哋都系一样系众生我哋谂下，我哋大家当日都是众生的时候，而那些众生现在已经成佛，而我们还是流浪在生死里面，还是在轮回里面做着众生的，是因为什么凭这段文里面就告诉我们知道，这些就是因为我们仍然呢在这个身口意三业里面，在这个烦恼中里面呢不停不停地转，所以呢造业轮回，警惕我们一切众生有佛性我们每个人有佛性，每个众生有佛性，个个可以成佛过去众生可能我们大家曾经做过兄弟姐妹但是现在过去生的兄弟姐妹已经成佛了，我们还在轮回，唉，只是讲世俗讲的我们几羞耻呢？所以我说既然现在有机会闻佛法了，所以呢就要快点去修行，提醒警惕自己了。所以这个慈悲三昧水忏，这个忏就是好像个镜，镜呢就是什么？好像镜，你照块镜为什么？为了看看自己块面有没有哪里污糟哪里有邋遢我拔回去，就所以这个镜呢就帮助你发生问题，悔呢就是帮我们呢洗干净的，透过这个忏悔能够消除我们烦恼，清净我们的业的种子，所以拜这个三昧水忏就是在这个忏文句句里面呢讲什么讲这个因果知这个因明这个果，要我们怎样要我们每一个能够礼忏的能够要警惕自己，日常在生活之中要止恶修善提醒自己，当自己有乜嘢失念嘅时候，小心有烦恼造业受报希望我哋每一位佛弟子咧，时时依住佛陀最基本教导，背唔到咁多经文忏文也好最基本嘅一切恶莫作。一切善要修最起码做到一样能够清净到自己意思，究竟解脱我们学佛弟子最终的目的。阿弥陀佛，为大家介绍完毕，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